咱不吃了哦。是啊，这个都适应了哈了，适应好了。不吃了啊！不吃了。反正俺开始炒饭了，都全部吃了。这是汉中街的面貌啊，汉中街你看是不是？黑麻麻的一批人了，这一层的，够厉害了，黑麻麻的。汉中街啊，这边，汉中街。你看哦，不得了了，一人山人海的暴露了，这发生暴露了，你看，都有事，你看，那不得了人，你看。拆门，拆门呐！我还是好使的拆门呐，看到吗？人家人好的啊，看到吗？拆门，拆门的，好使的拆门啊，都把门拆开了，看到。发生到立即楼了，立即烂喽，立即烂喽！要不要？反正该，反正该议员啊，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，要求不还是开封，要求不还是开封。我走的。今天在江汉楼这边呢，也不晓得发生了么事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警察。江汉楼与汉子街多福楼的交叉路口啊，也搞不清白是不是因为某些东西引起来的。
个，我操！这他妈真牛逼，我操！河景啊，河景在那一大皮条啊，里三层外三层的河景的，全部一看河景。前两天还说是蛮扎实的质量，看来这一哈成水渣子了，这汉江街要解封了，应该是。你看这看了一下还蛮扎实，看来还是不中用的啊。看一下这，你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搞围挡的要晚上搞，白天不能搞，白天搞的挨打。哎呀哎呀，他妈的，全部踏平了，自由解封。